看起来很年轻嘛，已经结婚了。她是单亲妈妈，刚离婚，所以特别辛苦。我跟你讲，现在大家拢在传是你意思。师傅，你听我说啊，你知道隔壁的猪圈也有猪暴病啊？我在想前两天的猪暴病的事情，有可能是传染病的。刚才有其他小朋友的爸爸来接放学，结果心雨就忽然冲过去打那个小朋友，我就问他怎么了，他就说他也想要他爸爸来接放学。天啊，找不到我的爸爸。